想吃台湾传统的早午餐或宵夜吗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排队吧。价格便宜的新龙居主打汤包和烧饼，为了避免客人酒后，想吃汤包的是一道队伍，想吃烧饼则是另一道，足以看出这家店两大招牌拥有超高人气。店家还有馒头、蛋饼等传统早餐，食量大的饕客肯定会多点一些。创立于1954年的老店，拥有很多忠实顾客，从凌晨3点就开始营业，一直到接近中午的11点，要当早午餐或宵夜都可以哦。